冻结薪资30年，台北市保育员危险加级，明年罚包到3000到5000。要去306套声音照相。保育员危险加急，明年调高到3000到5000。保育员薪资106套，声音照相。结薪资30年，台北市保育员危险加急，明年。